那个主下体啊，膝盖，那个部位啊，痛。这个时候我看到孙悟空啊，一下子扑过去啊，把一个人仰天啊，一站到一个仰天在地，然后一看一个扑头过去，让一个卧倒在地啊，也就是说那个那些年轻的啊，年轻气盛的啊，被洗脑过的啊，为政权服务的那些。那些啊，权力机构的那些啊，维护权力机构运作的那些武装力量啊，武装力量，没有那种善心的，也有被扑倒啊。有的在武装力量里边，还是有善心的啊。不去欺压百姓啊，或者有自己思想的，不跟着那些所谓的党走的啊，那种，孙悟空，一看哦，这个人的那个这个，肌肉的。功德簿上记录分数比较高的，就不动他，分数低的那种一个一个扑倒啊，一个一个扑倒啊，后面就会接连上的发生啊，会接连上的发生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